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南门市场的合欢刀削面馆。他自从移到这个中继市场之后，我还没有来吃过。这是这一间面馆正面的样子，然后现在已经开灯了，所以可以排队了。好，那菜单照一下，算是不贵的价格，110元。啊，我要那个番茄煮牛肉面，一碗。先付嘛，等一下好吗？等一下，好。面给你们再烧起好吗 ？OK， 好。我很久没有来吃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得到南门市场合欢刀削面天下第一摊想吃金牌奖。好，那还要再等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就现做的。好，现做的一定赞啊。番茄110元。好，谢谢。老师，好，谢谢。饼肉啊，那很久没有吃了啊，现在就试试看。刚好现在刚开门了，所以他没有排队，不然他本来是排队的店家。那牛肉是现煮的，嗯，哦，很久没有吃了，好吃。旁边就还有这个番茄跟青菜，哦，番茄跟牛肉是很搭的。才110块，这样牛肉的量蛮多的。嗯，啊，好吃啊，不愧是名店的。好吃啊。好，这样冷冷的天来上一碗蛮好吃的哦。刚好今天台北市又变得比较冷。好，用料蛮实在的，那蛮便宜的。冰柚啊，这样才110元，牛肉又很嫩啊，过来试试看嘛。其实等一下就排队了。好吃啊。好，我想要大口大口吃，这样对着镜头这样吃是太慢了。好，就这样大口大口吃啊，这样比较过瘾。它里面面条是刀削面的，现削的啊。嗯，它面条面还有点酸菜，所以很开胃啊。很好吃啊，然后牛肉嫩啊，然后刀削面蛮 Q 弹的，好吃。嗯，啊，很实在的这个牛肉面，好吃。嗯，然后带着这个微微的酸度，跟牛肉很搭配啊。好吃啊。嗯，赞哦。嗯，好吃。好，分数我觉得是92分，今天的分数我应该没有吃错。这个汤里面我感觉还有一点点辣度，微辣。嗯，哦，那些声音放超大声，哈哈，
啊，各位朋友就看得很清楚了，很好吃啊。因为它面有番茄，还有点酸菜，所以很开胃。然后牛肉就嫩嫩的，像牛肉片这样子，嗯，好，很好吃，很便宜的啦，这样才110就修啊啦。好，便宜实在的这个牛肉刀削面，很推荐，好吃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就带各位逛一下这边的二楼美食街。啊，事实上每一摊都贴的蛮密的，就可以选你想要吃的。这边的炒饭稍微贵一点点啊，啊，这边是江浙餐坊，啊，这个是我之前曾经拍过的印度咖喱，在旧的那个市场。妈妈黑白切，啊，这个是素的哦，因为我有吃素的粉丝，因为我素的比较少拍啊，可以参考一下，应该还不错。猴头菇汤面线，啊，这边这个是越南牛肉河粉。啊，这个是我之前曾经拍过的陈家小馆，他们这个酸菜白肉锅还有那个煎鱼哦，都非常的棒。啊，这个久久没吃会怀念，下次再找个机会再来吃一下啊。这样就都拍到了啊，哦！完了，再就到楼下，那是外面啊。好，这个还有纪录片啊，在这边是一楼南门中继市场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有很多卖衣服的，还有珠宝。朋友啊，这边就进入到重点了啊，好香啊！大牛肉、马友鱼、辣鸭腿、公鸡腿、辣鸡腿，好香啊！这家应该蛮有名的，客人蛮多的。
好，那当然我尽量都逛到。哦，这个鸡肉看起来很赞啊。哦，这一柜就好大了啊。哎，哦，不对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快车肉干。好的，但是这个大连它也蛮大的。这边是快车肉干，应该在机场也买得到吧？快车肉干这一柜好大，两柜了。后来谢谢啦，没谢谢。厉害啊！这三十多柜的话，哈，大概太整齐了。你看看呢？这是这一柜的名称，哦，不一定每个都会照了，不一定。这是写核心高团，核心松糕。传统的这个松糕，没有肉包的。菜市场人还蛮多的。是有造型的。寿桃。这个是丽家福州粽，谢谢。看起来很赞啊。看起来都非常的赞啊！谢谢。这是现做蛋饺，之前曾经有拍过一次。这个现做的就好吃啊，这还要回去还要再煮啊。徐家点心。
南门羊肉店，牛羊肉店。这个就是之前我曾经拍过的南园呢。好，奶奶新年快乐！好，小时候都是吃这一家的粽子了，这是这一家特别有感觉啊。我很开心看到奶奶身体还非常的健康啊。好，这一家哦，这个南北杂货。通通都有，然后精致点心。有，您有介绍过？是，我小时候都是吃您的，我来过三次，谢谢。因为快过年，应该生意变非常好了。对啊，那个搬来这边是差很多。啊，这样。搬来这边大家不方便。啊，这样。好，奶奶加油，加油。加油！好，谢谢，好，各式各样东西都有了哦，腊肠啊、腊肉这些想得到都有，然后尤其是这个粽子啊。还是你要吃过，还有下次再来做。通通都非常的推荐啊。好，这边都有价钱啊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奶奶，拜拜。拜拜。应该逛了快一圈了。南北杂货可以看一下啊。这个是在永和的，大成年糕也有。哦，好，走一圈呢。刚刚这边有来过啊。啊，这边我们确定没有拍过。是龙记南京板鸭名店。这边写南京板鸭桂花盐水鸭、桂花盐水鸡。上次有一个我口误的了，捆蹄。捆蹄就是这个啦，我小时候常吃的，但是有点忘记它的名称，叫捆蹄。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常吃的啦，什么熏鱼呀、葱烤鲫鱼这些啊，狮子头。这家也是一个名店。事实上啊，这里我以前也常跟我妈来这边逛，就是她在旧的那边的时候。
开心果。好，本人最爱吃。那个美国豆子好吃哦。你那个吃了什么？那个半斤400算350，买半斤便宜50块，啊，上面小包的200块，1700。你今天要不要带？你想买，我再给你优待，你买整斤都可以3600。那个我早上才刚吃。小姐这边请啊。有点挤啦，这边是写异乡斋，看起来都很幽啊。这也是很有名的店啊，哎，这吃的五花肉啊，应该说东坡肉。23，赞哦。再是阿龙，哇，白带鱼好大只啊，应该算是像一夜干的啊。腥味牛羊店，哦，是蛮震撼的景象的。买鸡肉，市场真的很大。这边我走过了啊，
我尽量走我没有走过的地方，尽量。这个就是也非常有名的异常。这个虾仁有多大颗？这边是清炒虾仁。以前我妈都会烧这个红烧的这个大虾子给我吃，红烧大虾。没有啊，好几个都是我很喜欢吃的，这个苏式熏鱼，啊，葱烤鲫鱼，这些啊。啊，上面都有菜色的说明。熏鱼、葱火烤鲫鱼，有没有看到你爱吃的？很有啊。大平，他那还有一个那个。啊，这异常也很大啊！还要什么？我记得好像哦，这个莲藕，以前我也常吃这个，这个也好吃，莲藕。还有这个中间有塞，应该是塞绞肉了。生意超级好。大的吗？对对对。哦，这一柜这个很热很热啊。我就提到一点我小时候的美好，就请不要介意啊。赞啊！一下，哎，我刚这边没来过，来过了，哎，好，应该大致上都拍到了吧？啊。刚好我同事最近说想来在这边逛，那就顺便拍给你看啊。你有看到的就知道我在说你。啊，后面这个罐头，这个煮鸡汤很好吃。你想要什么？要这个需要几点？两个豆芽。金龙，这个应该值得照一下。上海火腿食品60年的，哎，这次的腊肠啊，马上被包围了。金华火腿，然后是叫北疆的，它这是比较瘦，它是玫瑰肉卷，香气比较香。这几个要多少？一斤480，那是420是320，你要几根？对。好。站在这边就可以闻到这个腊肠的香气。这个好可以放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冷冻半年。那如果没有人
香，这边叫万有泉，手工精华货。过年后真的很棒，过年后真的很棒。看起来很赞呢、啊。哦，看一下，肉质都看起来很棒。有干的就一种而已。对，一样，一好香。太香了。哦、香到受不了，这酸菜应该也在。想吃了。哦，那逛菜市场真的是很开心啊！再来，再来，好。就希望各位朋友喜欢我这个系列的制作了。哎，我光是素食嘛拍到，还有卖素的，吃素的朋友啊，看一下啊。这边都是纯素啦。哦，纯素，纯素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样就都快到了哦。好，那价目表顺便拍一下，就可以按暂停键看了。素喜南门，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造型。哎，慢慢看啊，好的，小拍照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都拍到了。那这边我应该还没有走过来。哦，南园事实上它这个店面还蛮大的啊。刚那位奶奶。啊，像我们妈妈都是喜欢吃这一家的甜酒酿。这家菜市场就很齐全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好，那都拍到了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然后逛菜市场逛得开心，然后吃东西吃得愉快，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